哎，兄弟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工厂没开车，有啥事吗？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，你看这钱，你啥时候能给我呀？哎呀，我这两天也没有了，要不你再等两天吧。哥们儿，你真不是我说，你刚开始你不说就使半个月吗？好了好了，我有事忙着。他刚才说在哪儿？是不是说红塔？是红城。爸，走走走。你那天晚上半夜给我打电话借钱，我是不是赶紧就给你送去了？啊，我就怕你出点啥事儿。你说你半个月给我，现在都仨月了，我这不给你要，你还没动静呢。我拿你当哥们儿，我才。我的，不是我不给你，就你这个样的，我还不愿意。
观看更多精彩视频，搜索关注开。